们明明被我打光了，可他们都在，他们都活着，他们是百足之虫，僵而不死。老子不但没死，老子还赢了。海军不是孬种，海军赢了，海军赢了，海军赢了。确实对贵国有所冒犯，我代表日本海军向贵国赔罪。这不叫冒犯，叫侵犯。你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，而你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我们承认失败。所有东西都给我砸了，一样也别留给共党。武思东，大鱼终于出现了啊！我倒要看看这条大鱼是什么人。我逮他！说，上线是谁？民不畏死，奈何于死而惧之？给我个痛快！小叔，是胡笑不死。你少胡笑！你要是敢投降，我赵刚子剁了你的头！我要不写，你们都得死！这次起义不仅为我个人，更是为了海军，为了国家。大哥，我听您的，我给你看。夏副长，枪都拿过来了。兄弟们，这位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人。就在不久前，司明浩还闹过共。司明浩上还有共党余孽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如果起义失败，我不会活着去台湾。我不想把那菊花带到坟墓里去。听我说，我们会胜利的。松花，我没法向你保证什么。必须得保证，还得对天发誓。成败我说了不算。不成功就跳船游回来，这算不上生离死别吧。你的心里装着兄弟，装着军舰，装着国家，唯独没有爱。我只想陪着你跳舞，如沐春风，暖意无限。世界上的舞蹈有千万种，真正的舞者只喜欢在刀锋上跳。文大兄，赶紧叙叙旧，顺便拯救你于水火之中。高顺忠，你简直恬不知耻！这些年你都干了什么啊？投奔共党，炸毁油库，截杀我舰队，处处与我为敌，片刻都没停止过。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救世主？你不是什么救世主，你简直就是我命中的妖孽。因为你心中有妖孽作祟。郭文展，把枪放下。林月，你在干什么？高顺忠他想策反起义，就连你哥……这些我都知道。那么爱我，甚至可以忍受你对我长达十年的欺骗，可你却想杀了我。有本事你冲这儿开枪！我是你的丈夫，到死我也是你的丈夫，你冲你的丈夫开枪啊！Ha ha ha!
住！张虎星，我在这儿呢，把炸弹人干，扔滚点儿！我是甘愿为了信仰可以付出一切的人，可是信仰抛弃了我，我必须要重新选择。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委屈你了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赵主任，请您审阅，里边是我近期的思想总结。思想总结？人人追求进步，我也一样。您主抓思想政治工作，我希望能在您的帮助下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，争取做一个无愧于人民的有用之人。我是孙老板的人，负责和你单线的，有情报务必向我汇报。散矣。长官。